四进八公新平里，七情六淫七平情，单歌完善中国法，医德良心天地地，阿宏健康万丹。叫我一个苦命的身躯，流浪的人无厝的度食。这个节目是由中国医药大学中医学士李明铁中医师制作。每礼拜一到拜六，我李老师阿宏诚恳现场主持服务，介绍中医医理、病理、药理，包括中药、草药、病例、医案，以及到临床验方免费提供。对中医药有兴趣，或者是讲身体未平安、腹肚定定咧做油毒、心情未轻松、维生素的朋友，来，大家知识互相小交换。人讲中医师、中医弟，先生显示主人好。无少气焰，互相研究，互相探讨，形成上的一个参考，并且注意动好。网内观众朋友，如果无清楚、无了解，免客气，台北现场可能电话02-29-777-138，台北现场可能电话02-29-777-138，听阿宏讲健康，谈中医药。新浪网站只拍阿宏健康万谈，阿是耳边搁一个靠一个阿，宏是江鸟宏，宏图大电的这个宏，只拍阿宏健康万谈，身体要健康，电话赶紧拍互通。阿宏健康万谈服务电话：台北02-29-777-138，服务电话：台北02-29-777-138，找阿宏就可以。感谢你的收看，阿宏健康万谈。叫着我，叫着我，黄昏的故乡不时在叫我，看着悲哀也有大目屎，盼我回去的声叫好无停。结婚啊，恁也得去，请你带着我心情，送去予我的阿母，哦，唔通来落去。各位亲爱的阿宏健康万谈，我们这网友观众大家红光快乐，大家好。如果加加咱这个阿宏健康万谈这个节目，咱这节目是每天拜一到拜六下晡时4点开始，啊个6点，由我李老师阿宏诚恳跟咱网友观众做伙来探讨传统伊个即个中医药。咱现场电话0-29-777-138，现场电话0-29-777-138。那么咱即马现场吼，你拢会当甲利用过来，对即个医药个即个问题，吼，啊甲即个病症个即个问题，毋免客气。拢会当利用咱现场电话0-29-777-138，做你甲利用过来。来，咱来看看这个健康啦，哦，健康新闻，哦，即马有所改变啦，哦，即马我拢为健康这个新闻吼，啊，有一挂这个病症啊，什么吼，啊，咱大声啊来甲发布，然后啊，再以阿宏，那么。所学的这个传统的这个，算讲经验，吼、哦，医药，啊，那么啊，再来做一个啊，这个
算讲解说，也甲会算啊提供一寡即个处方啦、药啊啦，互大家做 DIY 做参考吼。即、這个讲结石啊啦、青莲啦，吼，彭公既然找出七粒，参像土豆遐尼啊大即个结石啊，来，为何青莲咱看伊？这是几岁吼？来，这个是优啊健康版的啦，吼、哦。根据综合报道，伊伫个讲啦，哦，这个土豆遐尼啊大，这个结石啊，吼、哦，迄石头遐尼啊大，敢那土豆啦，但土豆是。是到底是一粒，应该是一粒啦，吼、哦，遐大吼、哦，土豆啦，吼、哦，唔是土豆圆啊，吼，土豆圆都两粒，哇，这个遮宽啊，吼、哦，应该是土豆大对啦，吼、哦。所以说呢，竟然膀胱内面切出七粒就对啦，而且还佫趴伫个这个尿道，哦，好结石啊，这个少年啊，吼、哦。干那这个尿尿啦，吼、哦，就疼规波久啊啦，是不是安尼？啊，就放袂出来，啊，放袂出来，伊个尿道头啊遐，那么有神经啊，哦，当然会安尼疼哩，对不对？啊，佫放无了，吼、哦，啊，佫到底佮排尿排袂出来哩，吼、哦，膀胱产生尿会胀啊，对不对？啊，就排袂出来，胀掉的。那么因为安尼先紧急送医，吼、哦，啊来急救就对个啦。吼、哦，这伊这吼西医有一个迄落啦，伊个就是讲，那一天无放尿，二十四小时都爱送急诊的。一天二十四小时，吼、哦，啊无放尿都爱赶紧送急诊，吼、哦，啊那不会造成啥尿中毒，吼、哦、尿中毒。那么每一粒超过一公分啊，哎呦，一公分，超过一公分，吼、哦，也即个结石，就安尼生，吼、哦，也硬生生，吼、哦，啊，都伫咧即个少年的膀胱内面，吼吼，啊，啊，即名中华虎尾的即个二十四岁结石的即个少年家啦。哦，那么经天主教绿碧医病院呐，哦，绿色哦，绿色病院呐，哦，也是泌尿科林益廷医生利用尿道镜摕这个石啊，甲摕出来，摕出来这个结石啊，哦，才解除这名少年的啊，哦，二十四岁。这个结石的这个少年呢，哦，啊，那么的时阵，安尼啊，水库哦，布满了这个危险呐，哦，当然啦，你若是讲这个膀胱吼，啊，接来个这个油脂的遮吼，啊，油脂无法度能够消来吼，迄就会造成啊呐油脂问题啊。哦，那么对这个孙阿娘，啊林益廷在解说啦，参像这种的这个青年人是患有输尿管，吼、哦、啊，伊的这个电色啦，吼、哦、发生率大概啊差不多每500个人有一个啦，吼输尿管伊的这个电色的孙阿娘，电色的血群啦，吼、哦。会造成的孙阿娘尿液长期囤积伫个输尿管的输尿管头啊啦，吼、哦，输尿管的这个头啊遐较会，吼、哦，哦，伊记得一天使就是迄输尿管头啊遐啦，吼、哦，啊，孙阿娘发生沉淀物，吼、哦，啊来尽力发生大量的这个结石了。那么根据伊伫个讲呢？哦，泌尿道结石是发生部位无同款啦。
你有的无同款的，就是讲年龄啦，吼、哦，啊，这个腰子的这个输尿更结少吼、哦，啊，会使讲常常发生伫个30至50岁中壮年人啦。你膀胱结少好发的这个年龄吼、哦，更加悬啦，吼、哦，60至80岁。内面的这个老人，大部分发生率比较的较悬啦，因为安怎讲？因为伊这都是尿道啊、尿道细孔啊，对不对？啊，女性的算啊尿道大孔啊，对不对啦？哦啊，所以伊调的这个膀胱的，这个几率可就较少啦，哦。啊，这个25岁以下的这个结节患者就较少了，哦，因为那是有发现少年的，或者是讲青少年吼，患有尿路结节，应该进一步检查泌尿系统是毋是有先天性的结构啊来异常。或者像其他罕见代谢性的这个异常，譬如讲高草酸尿症、高尿钙症等啊，吼、哦，应该爱查出原因，接受正确的这个治疗啦。啊，有的结石你就知影，有的医生在咧讲，啊，都白灵啊菜较卖食的啦，吼、哦，豆腐啦、豆啊类的啦，拢安尼甲你讲，其实咧是体质。啊，过来是，过来就是水质。那么有种的体质无啊多啊，佮当着水质，较有迄种石啊质的啊，哦，比如灰质的啦，对不对？亲像高雄啦、啊，吼、哦、半屏山迄角位啊的啦，这吼、哦、迄水你做一下看，拢有石灰质，有石灰质，所以食落去体质佫歹，无啊种代谢对顿呢。蹲这个伫个腰子个，啊，输尿管头啊，膀胱个啊，啊，甚至个孙阿娘有迄个大结石个啊，吼、哦，啊，所以嘛在讲，参像即种个结石啊，会使讲是真普遍啦，吼、哦，真普遍，因为安怎讲个，水质啊，对不对？吼、哦，啊个体质啊。啊，搁你食着个物件啦，包括拄啊，伫咧讲有种即个高酸、高尿钙个啊，对不对啦？啊，啊，搁会顺啊呢，高草酸，会即种钙啊，草酸钙食个啦，对不对啦？哦，食当然啦，若有种个即个治疗食落去，当然嘛较会结石啊。包括咱逐天话准讲咧食涂沙粉啊啦。嘛是较会结石啊，都、就是安尼生啊，吼、哦，较有淀粉质的啦，吼、哦，淀粉质的，这种个拢较会结石，吼、哦，石灰质的也佫较会结石，吼、哦。另外，尿路结石的这个症状变化真大啦，一般电视看的就是，包括腰痛啦，真艰苦，真难忍啦，吼、哦，啊，佮放尿有血啦。啊，人的恶心啦，要呕吐啦，吼、哦！有时啊，会像安尼啊，有发烧，吼、哦，诶，这个现象啊，严重的时阵，甚至哦，还佫引起无多人排尿啦，变安那尿毒啦，啊，尤其的这个衰咳啦，因此积极治疗是必要的啦，吼、哦！一般若是讲直径。少于0.5公分，吼、哦，诶，这个结石啊，吼，啊，先看用过药物，吼、哦，啊，看会放袂啦。也是讲你家己食一寡，人咧讲啥物啊，麦芽酒啦，吼、哦，即个什么啊，汽水啦，即个啦，但是吼、哦，这上好爱注意啦。有个人吼无法度，有个人食汽水吼，腹肚就胀起，安怎讲袂消啊？啊，若安尼袂消咯，会假，你着药剂着无法度人。吸收都无得人冲啊啦，哦，所以爱看人啦，哦，唔是大家拢安尼啦，哦，
当然啦，食较离水的物件啦，吼、哦，啊，茶汤啉较济啦，吼、哦，啊，有可能，哦，你若照医生在讲的，就是讲较细这个半公分的就对啦，哦，而这个石啊可能会崩啦，但是嘛要看迄个石头。你若石头三角六尖的吼，因为歹放啦，对不对啦？拄啊好圆滚滚的迄就较好放啊啦。你讲对啊？唔对？哦，爱看情形啦。大概有80%吼，会家己自觉吼，会家己自己的时阵呢，家己排出来啦。但是吼，伊还需要爱经一番的这个痛疼啦，当然的咯。啊，普通时啊，对不对啦？啊，你的迄个输尿管都无遐大哩。对不对？啊，当然要落来，当然就会痴痴啊，迄种神经啊，当然会疼，对不对啦？甚至疼到阿爸叫母哦，对不对啦？吼、哦，这阿凤有经验啦，吼、哦。过来就是讲，那是直径超过0.5公分的这个结石啊，吼、哦，这个治疗啦，以手术为主啦，吼、哦，当然啦，手术。有的就用过内视镜的嘛，对不对啦？吼、哦，甲结膜破啊，啊，再佫退出来嘛，是不是安尼？哦，啊，若伫个腰子的，当然有的就用泵的啊嘛。即马医学的进步啊，对不对？啊，泵的有的腰子嘛泵歹去，吼、哦，有少数的啦，腰子叫泵歹去，嘛有啊，对不对啦？啊，迄就是啊，离婚较低啊，无要安怎吼、哦？是不是？啊，有的就无要紧啊，你，吼、哦。所以哦，你甲看，伫个缝起吼，伊钢管爱互你签呢，哦，爱互你签，即危险的呢，是毋是安尼？万不能安尼缝落去哇，石啊无喙齿甲刷落去，腰子怎啊喙齿啊？啊，对毋对啦？啊，迄阵啊，医生就派甲你讲话啊，你，所以你若签签的较无代志，吼，签签的伊较无代志，吼。过来就是讲。林育廷嘛指出啦，哦，尿路结石原因真多啦，体质啦、气候啦、湿度啦，应该水质伊无讲到，我甲补充一下，水质，哦，水质真有关系，哦，饮食习惯啦，拢会影响腰子结石的这个生成就对啦，伊无讲水，伊无讲水，哦。那么炎热的这个大暑。气候啦，由于大量的这个水分哦，经由排汗啊来丧失掉啦，所以无这个大量的这个水无去到油脂的啊，啊所以遐吼、哦、水量无够啊，啊无够都安怎啊？这个尿会就会较渴啊，对不对啦？啊较渴你就知影，较渴你体内有一个温度嘛，是不是？吼、哦，也久来安怎？久来就脚晒啊嘛，对不对？脚湿啊，湿啊来，佫无。佫无冲的时阵啊，就直直脚呀，愈脚愈大，愈脚愈大，脚到到尾就规愈来愈硬啊，就变安那变拍石啊啦，对不对啦？哦，所以拄啊咧讲就是讲，伊个尿的这个浓度，对不对？会浓缩啊，我拄啊有讲啊，尿中有结石的这个物件，对不对？对。就会结起来嘛，吼、哦、啊，集聚伫个遐，啊，就变石头啊。拄仔我伫个讲就是安尼啊，对不对？这就是讲，甚至有热人啦，吼、哦，而这个结石啊，发生率比较寒人拢较侪啦，侪过2倍啦，吼、哦。后来咱休困啦，听歌啦，我下一下茶吼，啊，稍等下就过来啦，来，来。心所爱人心所爱的一个人可以来打一个字的心肝那是老去伤心目屎我来离去听到他永远在地下海角
会，故乡再会啦。心所爱的彼个人，你来思念着伊的形影。生在世间，只有一次。在梦中再会故乡，再会啦。心所爱的彼个人，火车若开出去前多安乐，多次无定，飘飘何处的心凉，飘散的辛苦，微风破吹残，再会故乡。昨夜的，昨夜的星辰，坠落，消失在遥远的银河。想起起，偏又已忘记。星辰，爱是永恒的星辰，绝不会在银河中坠落。唱一着那份情，那份爱，今夜星辰，今夜星辰依然闪烁。今夜的，今夜的星辰依然闪烁，像眼神点燃爱的火，想得到偏又怕失去，那份爱深深埋在心窝，爱是不变的星辰，爱是永恒的星辰，
最不会在银河中坠落，唱一支那份情，那份爱。今夜星辰，今夜星辰依然闪烁。继续搁倒来现场吼，你即马所收看节目是阿宏健康漫谈。咱这节目是每天拜到拜六下晡时四点开始到六点，由我李老师阿宏诚恳，甲咱网友观众做伙来探讨传统的这个中医药。
那么咱第二个这个单元就是结石啊，吼，啊，少年家啦，哦，啊，结石啊，孙安尼啊，哦，医生，哈哈，对于膀胱的，甲提出七粒，亲像土豆遐尼啊大，的这个石头啊，哦，所以孙安尼啊，医生啊，伊伫个提醒啦，哦，讲流落结石的这个民众啊。应该避免伫个烈日下来活动啦。当然，避免倒一个公交车，倒一个听讲要去遐曝日啦，对唔对啦？就安那爱上水的，唔知要去曝日，对唔对？啊，伫个外口看靠外口做工啊，唔早都爱去曝日，爱去流汗，倒一个袂啊，对唔对？这拢加讲的啦，对唔对啦？哦，避免过度的流汗。啊！你做外口实的人，你要安怎？都当然爱流汗，像西江的迄个外口咧做，你哪会袂流汗？对唔对啦？流汗，你若讲啊，你若讲也有流汗吼，你来赶紧补充这水分，安尼就对啊啦。是毋是咧？避免过度的这个流汗，是毋是安尼？你想啦，运动爱流汗免？啊，我想请教咱这个医生，运动爱流汗免？什么避免过度的这个流汗？这拢讲话唔是安尼啦，做一个医生人讲话对唔对啦？你著讲，若是伫个外口有流汗，工课有做流汗这种的，你著爱随时随地爱赶紧补充水分啦，安尼就对啊啦，是唔是安尼先？运动了后应该大量的补充水分，当然的啦，嘛爱看，对唔对啦？运动了后看你安怎运动嘛，是唔是安尼？啊，有的根本就安尼，手举举一个哦，安都 OK 啊，安尼嘛是运动，哎呀，无流汗啦，对不对啦？所以你爱看这个情形，对不对啦？啊，有的甚至运动袂流汗，安怎袂流汗？伊本来伊就体质就较虚啊，所以你来看，有的咧震动哦，伊佫敢若袂流汗，真奇怪，伊个汗腺拢闭恒的，所以有当时啊吼。这个咱中医伫个讲的吼，有虚症的人吼，袂流汗呢，袂流汗，哎，那流汗就歹啊。虚症的人佫流汗，哇，哎，伊就定来咧看医生，安怎讲？那流汗伊就感到啊，那变流汗伊就感到啊。所以伊安怎，伊虚的人真少咧流汗。所以伊体质的关系，所以伊无，这个汗腺无闭也袂使，无闭伊就定来爱感冒啊，哦。啊，所以你甲看，有诶，定下咧流汗诶人嘛，定下感冒，原因就是安尼生啊，对毋对啦？哦，所以有当时啊，西医甲中医诶角度无共啦，所以我讲一寡中医诶，即个一寡即个理论吼，甲中医诶一寡即个看法吼，提供互大家吼，互相来对照，互相对照来参考啦吼。所以会使有效预防结石啦，但是我伫咧讲哦，你若结石诶人哦。嘛是同款结石啦，吼、哦！你啊补充水分也同款过结石啦，吼、哦！是结石较少安尼啦，尔啦，吼、哦！啊，当然啦，我拄啊讲啊，你啊水质的关系，你啉较侪水也拄啊好，啊，内面都有血质啦，你愈这水啉愈侪了，血质都食喺腹肚内愈侪啊，愈侪是结愈侪啊，你讲对唔对啦？吼、哦，是毋是啊？所以爱看情形啦。阿王咧讲的对唔对啦？是毋是安尼？啊，所以孙阿娘，意思就是讲，预防结石啊，吼、哦，饮食的习惯影响嘛真大啦，吼、哦。奇怪，到即阵拢无咧讲水质哩，吼、哦。台湾最近几年来，吼、哦，食食吼西化啦。哦，哇，这个甲食食西化有啥关系哦？哦，那么高两倍，这个高盐分，哈、哦，饮食啦，高盐分不是西洋化哦，高盐化，那个高盐分的哦，咱台湾人本来就这种习惯哦，因为那讲较早吼，袂当过，啊，卡袂到了生盐啦，吼、哦，咸菜脯你啊看，对唔对？咸粿啊啦。饮食啊啦，这拢咸的啦，
哦，所以我咧讲，伊讲西化这个咸分哦，应该唔是啦，吼、哦，应该唔是啦，吼、哦，甲伊个唔是有直接讲外来西化的啦。咱其实咱家己本身都食咸的这个习惯，吼、哦，咱爱去甲了解，吼、哦。那么福建酒啊发生率，吼、哦。居高不下啦，吼、哦！因此改善饮食的这个习惯，吼、哦，食较清淡的啦，吼、哦，少盐啦，少肉啦，吼、哦，上好是食菜啦，对不对啦？哎、欸，啊，食菜嘛有结石，对不对？你啊看，食菜的人你啊看，敢无结石啊？嘛是有啊，嘛是比比皆是的，对不对啦？吼、哦，会当有效减少结石的这个发生啦。我第一讲啦。体质、水质，对不对啦？啊，你都食遐物件，你都先当敢那拄啊，咱咧讲的啊。这个草酸钙啊，对不对啦？草酸尿啊，这就是啊。啊，是安奈安尼，对不对啦？啊，有诶，你都食物件，伊就敢那要变安尼。啊，有诶，就敢那袂。都食遐物件，人伊都唔知都唔知排队倒去就对啊啦，都无迄个。迄、那个碳酸，迄个草酸钙，才来啊！你对不对啦？所以体质嘛真要紧，哦，啊，过来就是食食啦，哦，对不对？啊，医生是安尼啦，唔是大家拢安尼啦，人有诶食到公公叫，人大家都袂，哦，对不对啦？啊，有诶无食嘛对哩，是不是安尼？所以爱原因哦真多啦，哦，袂使讲像恁安尼都拢安尼啦，所以我定下咧讲吼。有诶吼，毋免去紧张遐啦，吼、哦！啊，你着家己本身上好吼、哦。你食啥物物件，若感觉无爽快，啊，你着尽量遐物件尽量较少食，哦，安尼着对啊。啊，啊有诶毋是啊，对不对？啊有诶你讲食呢，先食，有诶嘛无爱咧。有诶，你啊看迄个哦，即马咧流行啊，讲啥物咧？哦，咧戒过节期，即马上较流行诶，对毋对？你甲想，吼、哦，啊，着健康诶啦，啥物？啊，我请问啦，啊，即马来感情过遮济，较早无啦，较早哪迄个过节期，对毋对啦？迄过节期迄是做生意人诶，迄吼，迄阵啊，真贵啊啦，对毋对？哦，迄拍迄过节诶有啦，足贵诶，迄拢迄普通人拢无咧用较济啦。哦，即马逐项有啊，哦，对不对？一个家庭有诶，一台两台安尼，是毋是安尼？哦，啊，搁安那呢？是毋是拍落去安尼？啊，都物件拢安尼，食落电脑较消化，是毋是安尼？啊，你想，我请问啦，大家厝内有迄落过节机有啊无啦？对不对啦？啊，所以我甲你讲，原因真侪啦，毋是像讲有诶专家讲安尼，就是安尼啦。所以我咧讲，有诶专家无一定讲诶，无一定对啦。我咧家己本身体质，家己本身去着上较严谨，对毋对啦？啊，你若无诶时阵啊，都人咧破病，啊，伊着未破病，真奇怪。我定下咧讲呢，较早吼，即卖着较无看诶。吼，较早阮做囡仔，啊，迄吼，迄厝诶吼，迄门口吼，政府拢一个人一个阿门陀迄个粪扫箱啦。阿门陀做诶，啊头前即房仔挂，啊盖诶迄个也嘛是房仔诶，哦啊即边仔拢做迄种阿门陀落去管诶，家家户户拢有一个啦，啊你着家己若有粪扫拢拼诶家己诶即个厝诶头前嘛，对毋对？啊即嘛较尾暗嘛，啊迄粪扫车着来啊，较早粪扫车拢往遐，往迄个里仔开，往迄个两个链仔啊人咧塞。啊，若较侪后壁阁一个咧塞，安尼啦，安尼咧捡粪扫，对毋对啦？那迄有诶吼，迄算讲脑筋有烧到迄啊，即卖若迄落来冰安尼，冰来食，结果介侪年，迄个也毋死，对毋对？是真奇怪。啊，有诶人看好，我无偌久死翘翘，啊，你要安怎讲？啊，怎咧捡迄垃圾安尼？咱着看，哎呦，垃圾干呢？啊！伊嘛安尼头毛啊，啥物啊，伊嘛安尼捡起安尼，有啦有安尼搬搬的，安尼嘛是食，啊人伊都袂死，吼、哦，这感觉真奇怪，吼、哦，对不对啦？哦，所以有当时啊吼，其实吼、哦，体质嘛真重要，体质嘛真重要。
啊，有摕一个歹的，对不对？像安尼报道，你甲看，迄才几岁人啦，尔都变六七十岁啊！你甲想看卖啊，对不对啦？啊啊！啊，结果的时阵，即马目睭也无啥看啊！啊，结果安尼老到安尼，啊，你变喏，啊，迄种摕起你是变喏，啊，你过到迄落嘛无效，对不对？医生也无法度啊，对不对？他像迄啦，医生咱来个，伊没有办法，哈、啊，我没有办法，对不对？伊都讲到初。啊，无人研究这种的药啊，是毋是安尼先？啊，原因嘛查袂出，讲啊到底是安怎的？啊，得等咱去用药啊，哥，对毋对？伊迄种就无办法啦。哦，情形就是安尼先，吼、哦。后来咱来讲，剩一寡时间吼、哦，咱来讲结石啊，吼、哦，在中医来讲有足济吼。你水分保护，保护有够就好，莫超过吼。哦其实补水分啊，补了超过嘛唔好，对咱人嘛唔好，吼、哦。迄水食侪中毒啊！你敢捌看到新闻？伫报道讲水中毒个无？有啊，知影无？唔是讲拄啊好就好啦，咪像西医讲啊，一工就一定爱两千 CC 啦，无影啦，对唔对？以人个体质个即个需要，太要紧。唔通讲一定讲，哇！医生讲叫你一工起码都要啊两千 CC 以上，不对啦，哦。讲结石啊，若有大结石啦，吼、哦，哎呀，像那腰子结石啦、膀胱结石、输尿管结石啦，吼、哦。食的时阵呢，譬如讲，咱即马伫咧讲大结石，就是泌尿系统的嘛，即唔啊不，迄落即个膀胱结石就是泌尿系统的。诶，这个结石嘛，吼、哦，那么阿洪提供啦，伊这个就是讲，会当互石头，吼、哦，啊来扬，小块溶就对了，吼、哦，啊，即卖我讲的唔是讲我像硫酸安尼吼落去安踢啊，什么扬去啊，唔是安尼，这个意思，伊这就是讲摇下去哦，啊，慢慢啊，互迄、那个，这个石头啊，比如讲伊即卖西医就是讲有迄个。迄、那个什么草酸钙嘛吼，对不对？那安尼先，伊个吼会互伊迄个结晶的迄个吼啊，会较啊啦，会较怕，会较怕吼。这种药啊，就是啊，会当怕啊。所以说呐，你呐安尼先，水分有补充啊，有滴算讲有滴强，有滴迄个吼，伊慢慢伊这个就会敢那融化去同款吼。敢那会顺安尼啊，这个冰吼、哦，啊，冻着水安尼先啦，吼、哦，倒一角啊，啊，即马一角吼、哦，伊就开始会震动啊，吼、哦，啊会震动，伊这角会阁磨，对不对？啊，硬安尼就较容易排出来啦，吼、哦，这个意思安尼，我安尼讲，恁在知影无？咱中药上界会当排少的啦，包括胆少也好啦，尤其。结石也好啦，膀胱结石也好啦，输尿管结石也好啦，就是啥金针草，金针草，吼、哦，你若普通时啊吼，啊你着金针草啦，吼、哦，啊有人讲啊要化石草啦，化石草会使袂？但是化石草较耐，吼、哦，较冷，吼、哦，所以你若要食化石草，唔是袂使啦，吼、哦，啊你着久久啊食者，久久啊食者，吼、哦，唔通会损啊尔。化石草唔好食伤久，食伤久会影响你的胃，吼、哦，会影响你的胃肠，吼、哦。那么提供这个处方，就是讲金针草啦、归来金啦、海金沙啦，吼、哦。这你做你个食，吼、哦，你做你个食，吼、哦。啊，骨椒啦，吼、哦，啊，牛膝啦，吼、哦。牛膝就是川牛膝嘛，吼、哦。伊会当让药啊吼啊下降，为这个下部来，啊伊这个牛膝会当活血化瘀，吼，诶这种的这个功效。往不流行啦，这肝嘛会当用，吼，啊这个结石嘛会当用，吼，啊石灰啦、当归子啦，吼，啊鸡精子啦，吼，甚至的孙阿娘乌药啦，吼，这拢是利器，利器，吼。啊，安怎讲？你这个气才会当冲嘛，所以石头才会震动，石头才会排出来。哦，这咱中医咧用这个
这个药啊吼，那用冰同款，唔是讲像西单味的高高这个处方，唔是啊。中医的用法唔是啊，啊嘛还佫照体质。像地龙这类的啦，吼、哦，就是毒菌啊啦，吼、哦，毒菌啊，这地龙啦、啊，吼、哦，啊泡的这个穿山甲，这咱台湾禁止，吼、哦，这咱台湾禁止，大约人伊目睭开花，人得用啦、啊，吼、哦。人因遐穿山甲、拉力较侪过啥物，人因山遐侪，对毋对啦？吼、哦，甚至人伊会当伊会当饲啊，对毋对？敢若咧饲鸡共款啊，伊就老实讲啊，伊就莫去掠，啊，互伊生啊，互生啊规大堆啊，对毋对？啊，过来个时阵闪退啦，吼、哦，即拢是防药啊，即类个啦，吼、哦。啊，这个蒙消啦，蒙消是会当下，哦，敢若咱台边啊，闭格会当用个蒙消啦、大风之类的，就是安那，要互鸟啊也当下，哦，这是原因是伫遮，哦，当然啦、啊，这药啊会当啊来使用治疗，譬如讲石头拢会使啦，包括肝结石啦，吼、哦，胆结石啦，吼、哦，还有什么啊，这个腰子结石啦，吼、哦，膀胱结石啦，输尿管结石，拢会当用这贴，吼、哦。因为这拢有经过实验过啦，吼、哦，人这病院啊，大陆中医病院拢经过实验过，所以安那效果拢较侪，无效的就较少，因为这拢有兼顾，这贴汤头拢有兼顾。你无看治疗53个，这几个。无效的才3个啦，尔，拢总有效50个啊，对不对？啊，啊，吃落去，有的几工啊，石仔就放出来啊，吼、哦，啊，有的会较久，对不对啦？吼、哦，所以人因你甲看，总有效率达到95.52%，你甲想，拄仔咱第一讲的啊，伊在病院有结石啊，对不对？吼、哦。拢总有53个嘛，结果食了后有3个无效啊，3个无效，啊你家想，50个有效，哦，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啦吼、哦。啊，那么过来就是讲，这个同款啦吼，这个拄则咱第一讲迄个是肝，啥物拢会使吼。啊，过来就是讲，必要结石，属到咱中医底讲的石林啦，吼。有诶讲沙林啦、石林啦，沙林就是迄有沙嘛，吼、哦，细粒石啊，迄沙林。啊，若较大粒诶，就是变讲石林，吼、哦。咱中医是安尼先分啦，拢是因为下焦湿热久，吼、哦，也是那呢，伊诶即个。枯于这个结而成啦，吼、哦，结久，敢那讲带啊，带久来就绝对一定愈来愈大嘛，对不对啦？吼、哦，所以说呢，咱拄啊伫咧讲的这个金钱草啦、归来金、海金沙，伊这三味都会当通灵，啊来排酒啊，吼、哦，都会当排酒啊。当然，咱拄啊伫咧讲就是讲，伊这芒硝伊会当软坚化酒啦。哦，会当下，哦，伊本身就是伊会当互石头啊，吼、哦、钉，但是讲石头啊，其实迄毋是石头啊，其实迄是吼、哦、结起来迄种带结固，敢若咱齿石嘛是同款啊，咱喙齿嘛是会结石啊，对毋对？啊，你本来是那呢，安尼小可迄落个啊，安尼融安尼，哦，本来你若安尼甲用靠着就起来啊，对毋对？但是你都无去撸，无去迄款嘞，也是讲撸无着，啊，久来打结，伊就撸来撸，我咱这体一时一个有一个温度嘛，当然嘞撸来撸，敢若即马咧讲着湿热毛，啊流啊直结，到尾啊定啊，啊定你啊看，所以有当时啊你啊气少吼，安尼你啊个卜一下安尼吼，啊定，就是变安尼，吼，啊迄其实讲是讲少啦，其实迄都。迄种个就是一寡即个腐化物啦，一种个迄个物件吼，啊，豆豆
大大炖大大迄款的。所以人即个问题就是讲，你甲想啦。所以你平常时啊，我第一讲就是讲金针草啦，吼，啊加即、這个鸡精草啦，吼，即平常时啊都会当吼，啊来甲兄弟做茶啊来啉，哪个安尼你都袂结石，哪个安尼你袂结石，吼。啊，若有结石啊，你就拄啊我第一讲的，遐除非即味即个穿山甲无啦，吼，穿山甲无要紧啦，吼。那么穿山甲无，咱就平常时啊吼，你若无迄落，咱即条是咧治少的啦。啊，若是要预防结石啊吼，嘛会当食咱中药吼，有两贴即个汤头，一贴就是啥五苓散。五苓散你若甲食吼，伊会利水，伊会利水，所以你毋免讲食偌济水，伊自然食落吼，伊自然流会较济。毋相信你食即条，你食看卖啊。哦，啊，过来就是讲，一贴就是独灵汤。那么独灵汤，你若讲放了有血啦，唔管讲有少无少，只要你放了有血，你就会当食这贴这个独灵汤。伊这条有排石的功能，而且佫有治疗淋症、吼、哦、膀胱发炎也这个功能。哦，所以你若平常时啊，我拄仔在讲的，迄安尼来食吼，食一个，我阿你讲你。都袂结石啊啦，吼、哦，袂结石啊！啊，当然你啊有常时啊吼，啊水分稍甲补充一下吼、哦，啊，拄则我伫咧讲的吼，都、哦、金针草啊、海金沙啊、甲这个啥物啊，这个化石草唔好食济吼，化石草出来，吼、哦、啊做茶来甲啉，甚至的时阵啊散步时啊，啊这个去药店的中药店的去甲买一贴号做这个五苓散。吼、哦，啊来个食，你食了你就知影，流会搁较侪，啊流会较顺，吼、哦、会较大白，吼、哦，啊你若流本来呢，安尼小个黄黄，还是小个红卡这样，你甲食落去，伊会清，吼、哦、伊会清。那么当然啦、啊，伊拄则咱内面有讲，迄个骨石吼，骨石人就是咧弄迄石骨的有无，咧弄球的迄种的，啊迄种食落是爱骨骨啦。啊，食了体内嘛是同款啊，有石啊落去，啊伊就安尼就骨啊，哦，这是用这种的这个方式啦，吼、哦。啊，咱时间也够，无到这做结束，期待一回，讲这个网络讲这个时间继续收看阿宏健康漫谈，再见，拜拜。